现在我要跟你比试功夫，你敢跟我比试功夫？嘿嘿，打败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了。今天我要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，见招吧！啊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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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都站不稳，还敢跟我打？嗯，你敢看不起我，我这就给你好看！我跟你拼了！哟，觉悟吧！还是算了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还没完呢。那好，来吧，我一定要打败你。嗯，可恶！啊！输得太惨了，到底怎样才能打败李将军呢？有什么办法呀？有办法了，唯一能取胜的方法就是先攻击到对方，一定要有很快的速度。哎呀呀呀呀！啊哒！轰哈呀轰！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啊啊啊！哟！哎呀呀呀呀！哦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很多天后。看我的！我终于练成最快的剑法了，这次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嘿嘿，来多少次都没用。太嚣张了！哟，哼，手下败将，小看我，瞧瞧我的厉害吧！哦，什么？啊！哦！你已经完了！啊哈！你之所以会败，是因为你太慢了，先动手才能取胜。先发制人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和别人比赛竞争的时候，一定要争取主动，先动手命中敌人要害，从而制服对方。大家都明白了吧？